革命正门呢？在北头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了。关闭车门。3月3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双连站了。时间是11分，出发的是 C301A90200编组，开往象山，主象山的103次哦。刚那天刚的时间，哈。一起看北投。看北投的 C38型526525编组哦，在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双连站。时间是11分10里哦，出北投。这看不到对不对？我用那个查就好了，那其实很方便。只要稍微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是双连。好，一次啊，一次的 C38型525526编组的，刚练选刚的时间呵，在台北捷运双连站，是的哦，两个字啊，见妈妈。好了，那我也差不多走了，今天一样又可以来到双连，还蛮开心的。今天白天都去淡水呀，逛呀。今天是10分，然后现在晚上就来到双连。所以说人生就是如如迟迟，如实如实这样，是吧？好，刚刚再见了，拜拜。又捷运列车进站。